恐惧使我在未知的事物面前望而止步，好比胆怯的野兽，听见风声就吓得逃走。我不知道被困在这里多久了，这里除了无尽的迷雾、破碎的地面，就只剩下永远也摸不着边际的深渊，像是一个无法摆脱的轮回，让我越陷越深。几分钟前，我收到了一条讯息，内容大致是让我去寻找炸药，打通一条隧道。我不明白这条讯息所代表的含义，也知道这么做可能会非常危险，但无论结果如何，我也要去看看。我的直觉告诉我，如果坐以待毙，我将永远也无法离开。忘了介绍，这里不光只有我，还有一些可怕的怪物，我管他们叫做感染者。他们来了。这就是感染者，他们大多嗜血如命，也没有智慧。遇到他们，我唯一要做的就是送上一颗子弹。看来讯息是对的，炸药就在这儿，我必须带上它前往讯息中提到的隧道。来到这里以后，我便什么都不记得了，但有一间屋子、一座城市一直在我的脑海中浮现。我不知道它们代表了什么，但肯定和我现在的处境有莫大的关系。前面应该就是讯息中提到的隧道，我不知道等待我的将是什么，但我必须前进。发生了什么？隧道是被那家伙炸开的吗？我分明看到他进去后隧道就消失了。如果这是离开这里的办法，显然我错过了这个机会。我必须寻找新的出路，或许这里还有其他的隧道。这是什么？新的讯息。如果这是新的出路，我得尽快前往讯息中所提到的发电机。这一切的根源应该和我脑海中的内容有莫大的关系。城市和屋子分别代表了什么？也许信息中的内容只是引导我前往某个地点。该死，又是这些感染者。击败感染者。我必须击败感染者。这应该就是讯息中提到的发电机，我得想办法启动它。成功了，我从没想过它还能启动。这个发电机应该是某个装置的供电系统，我必须找到那个装置。这是一台老式无线电广播器，我不知道激活它后会发生什么，
这可能是个危险的陷阱。但不管怎样，我必须激活它。这一刻我等很久了。动静太大了，这势必会吸引大批的感染者。我必须坚守无线电。必须击败感染者。远处是直升机吗？我不知道他会将我带到哪里，但事已至此，我必须做出选择。该死，这里要崩塌了。我来到了脑海中的屋子，也知道了一些事情，真相应该就在那座城市，但到目前为止我一无所获。我相信这一切的背后肯定有什么人在搞鬼，我会一直调查下去，直到真相水落石出。